好，准备好了哦。好，第一题，请问勇士的主场在哪里？和平球场。那今年勇士的开幕战是哪一天？12月12号。那你表演是？12月4号。那勇士今年的年度口号是？凭我相信。说出勇士三个本土球员。哦，中文你林志杰。本土哦。我怎么忘记名字了？张宗宪啊，张宗宪。可以说说我们勇士的洋将其中一个球员的名字。辛特利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有准备了一个我们的神秘礼物要给皮皮。谢谢。可以先来看一下是什么？这都是我们今年勇士新的帽子。哎，这什么？哦，这就是你们的那个年度口号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是我们给你年度 pass。就让你今年都可以来勇士主场看球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就是只要只凭这张就可以了，对，没有人可以挡住我，没有人挡住你，全区通行，真的，就是从后门就走开，这样就进去，这样进去了，好，太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呢，是因为你平常可能录音嘛，或者是很累哦，颈枕，对，颈枕，这是这个这样子勾肩的意思吗？对，这样子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握手哦，是握手啊，握手，你可以，对，哦，这样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就是说，哦，哎，欸，我睡一下，这样是吧？就是这么黏就对了，要睡觉也要握着手，对，好，可以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咕咕李思伟，这次很开心可以帮台北富邦勇士队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年度主题曲。那么，所有球迷们，我们12月5号和平篮球馆见喽！